需要靠然后电视台啊，然后电台啊，平面等等的。那现在有了网络，然后也可以自己跳脱框架的去做一些创意的东西。于是我们就想说，我们想要那走到哪里唱到哪里，那我们有没有一个自己的舞台的可能？于是我们就做了现在透明的舞台。很开心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表演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音乐，可以多多支持，让我们可以继续向前的力量。我在这边也谢谢所有特别今天来到这边看我们演出的朋友们。好，可以啊。然后刚刚带来这首歌曲《主人》，接下来要带来专辑里面的另一首歌曲。这首歌曲在讲的是人的内在跟外在有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，那个不太一样也不见得是负面，也不见得是有什么特别，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交朋友你必须用灵魂来跟他交往，所以今天我们在里面，他们在外面，但是对我们而言他们在外面，在外面这是很奇妙的感觉。 OK， 里面外面小马，其实外表非常正常，生活。